哎呀，老子真的是吐了。睡吧，继续睡。老子他妈睡四觉了。船长可以自己加扇门吗？船长。更我帮你加。可以啊，你怕我睡的话。不是怕你睡了，是船效率问题。我要是狼，你们更没效率了。哈哈，我不同意。他妈的，船长猎人狼，他妈的没得玩。船长猎人狼，那就工程该死了，我该死了。你该死，船动不了了。练怎么着 ？OK。辛苦啊，船长。不辛苦。没跳好。传动木板你就不要拿了，木我拿外面的那个木板，还有没？不惊动了，不惊动，效率。第二天山脚下应该没什么问题，只要不出什么太多意外。枪手能拿狼了，船长工程猎人三好人，导航是好人，医生厨子牧师枪手出娘狼，枪手狼的概率比较高，医生厨子还有牧师三个里面出一篇，医生如果不搞破坏的话呢，医生是好人，牧师是厨子是好人，牧师是狼，砍牧师。不对，医生走位有点怪怪的。工程，哎嘿，我去抽奖了。船长、工程、猎人、导航四个好人，牧师、厨子、医生、枪手出两狼，我直接抽奖了，50%概率。我砍，我去砍医生去了。是滚子吗？是滚子吗？医生是好人吗？帮你打熊了没有？坏的，干他！真的假的？先别急，他们把我铁拳摸了。我他妈摸了一个铁拳。别砍了，放的是。不是，我在抽奖啊。别砍啊！别骂人，别骂人，别激动，我帮你回传。你是好人，你就挂机，好吧？工程船长猎人该我都是好人，你厨子还有牧师枪手里面50%出狼，你在这边控铁，我就杀你。有没有？你别激动，丢你去睡觉，你挂个一分钟机就行了。我以为你要不问我是老板，你是好人不问我，你别不会小老。你睡觉去。那我回去开船了哦。睡觉吧，嗯。牧师跟枪手，不用管我，不用管我，不用管我，我一条命可以送，你走就行，你别死，你走就行了，你走就行了，别，你走就行了，就，哎，这边他有很多子弹的，牧师给他肯定给他送子弹的，死一个人没事，死两个人太亏了。滚子哥，下午好，滚子哥。他枪好马，千万不能让滚子。枪手跟牧师双狼，哦不，枪手啊，对，枪手跟牧师双狼。OK OK， 他直接用二了，他直接用二了。问题不大。你停一下，搬右翼了没都行。谁是狼？枪手牧师。右翼不用搬了，满没满没。抽奖抽错了呀！抽奖抽了个好人啊！又没死，你管他。没事。还能摸我三个箱子？主要是医生，他医生能去左翼摸这么多铁，太离谱了。
他摸三个就算了，他直接进你工作台做了。我本来养只凯牧师了，我本来养只凯牧师了，我看到医生在那边摸铁，我就砍医生似的。快点修，快修，快快修，有铁吗？没有。我修一个洞，我在工作台看到一个钉子。枪手怎么在打人啊？谁被打了？猎人被打，医生被打了吗？应该。我去右一拆图等了，我这条命直接送啊！你现在这个状态，那我跟你一起去、啊。没事，我这条命直接送你们救就行了，我两条命了。看到右二了。对，我说我这条命不要，你懂我意思吧？但是我还没有好好跟你们走吧、啊，你们走，这条命我不要了，我等会烤火，等会去右一。下午好。下午好。来抓我，滚这个。OK、哦。本来我今天心情挺烦躁的，碰到你之后我瞬间心情变好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好抽象你知道吧，那个猎人把熊给开了，然后那个医生把左翼的铁拳控了，我看到了，然后我就猎人跟我讲了，医生是个好人，妈呀，我看了一下，当时你们打熊的厨子是个好人，医生不能是个好人，就因为医生也是个好人。我去右翼玩了，不用管我，叫鬼直接 okay, okay. 你不用管我就行了，等会直播。我刚才看到枪手举着个灯去右二了。嗯，好的。对，医生应该是 1.5 摸铁。真难呀。哎。打个毛，老子要被冻死了，他一枪没中，炮火回旋，我要冻倒了。这边两个秃头，我给他拆了，我走。救救我，我要冻倒了。哎呀，这枪手打我一枪打不中啊。抱他走。哇，枪手马的一，但右一没看到图腾，我感觉牧师可能图腾去出生点差了，真的。右二点五有个人举灯笼，右二点五，关了，已经关了。看看是不是牧师。就是他。婴儿般的睡眠。枪我的枪法不是很理想啊。船长死了，救船长们。他们有鬼的，有双鬼的猎人，你小心点啊！我他妈赖命一条。双灵界他没鬼，牧师没鬼。没东西了，枪手舔过了。在屋里。哎呦！就在里面，小心有没有夹子看？没有，没有夹子，没有夹子，他灵界走了。哎，睡了三觉了，狂睡。我就是找他玩了，我当自爆卡车了。他应该去左一，我去左一找他。喝茶吧。婴儿般的睡眠，睡觉模拟器，我操！哎呀，太巧了！哎，他不是给我丢了杯茶吗 ？OK。其实猎人该上山的，这个时候猎人上山，狼人管不到，我们两个人追有点傻杯，我感觉。
不想玩了，真不想玩了。断了两剑。哇，好准！哎呀，老子真的是吐了。睡吧，继续睡。睡他妈三觉了，再睡。应该能丢过去。啊，差点丢水里。老子他妈睡四觉了。他俩都没血，都在左翼。对对对，他们俩血不多的。船长跟枪手换了一波血，但牧师可能有血，牧师可能会有压边境坐针。没事，醒了再去找他。没鬼了，我干他去。等我苏醒。吃饭了，吃饭了。整个世界都将为之颤抖。有人在飞船吗？哎，有人在砍我！他临近过来了！哎呀！来了来了来！惨叫声，砍他秃子，别怕我来。开船嘛，咱俩负责开船就行。怎么鬼？死两个，连着死两个。那个我被临接补了，就行了。咱可以开到冰箱脚下了，应该。你要抓吗 ？OK。我让白干有了。熊死完了，熊死完了。哦，那没事了。Okay. 铁和木板给你放里边了。还有钉子。那我去找猎人玩了，他们在中岛玩呢。OK。我再去左边再搬两块煤啊，没有鬼。你直接往前开吧。行。冷你有血吗？我这边有压片钉。血就没有。嗯？哦，斧子，斧子给你。他刚临界过来的，还是怎么被杀了？对啊，临界到我旁边，用斧子补的我。鬼放不完了吗？这食尸鬼把自己队友砸死了。好喽，好冷哦。卖你队友啊，滚子哥。我卖队友，我卖什么队友了？咦，打不着？打不着？医生骗人，医生他说双雄死了，结果一雄还在。啊，然后呢？然后我又回来，我下来找铁准备打熊。逆天啊，我操，真的假的？他骗子啊，真的真的。这医生这么玩游戏的吗？不知道啊。他回来就说双雄死了。对，我也听到他说两雄全死了。我有钥匙。我也听到他说两雄全死了。这医生这么牛逼吗？给了个斧子。我靠！我上一条命出来的时候，医生很装逼，你知道吗？死回家，两兄全死。我都以为他妈又撞到半甘油炸山了，结果是这样子的吗？而且鬼没有叫他的。对啊，我知道鬼没有叫他，他一波鬼没吃，然后自己死回家，熊还没打掉啊。没事，我去打，我去打。这医生他妈玩的够逆天的。可能比较要面子吧。你吃饭吗？给你吃饭。不吃不吃，吃饱了。
他崩了呀，就我以为都准备炸冰山了，乱玩了我都，结果他妈的跟我想的根本不一样啊。哦，我身上有八个铁，牛逼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你要解毒剂吗？不用不用，慢慢回血吧。我做完这顿饭可以上山了。我今天上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好的，去送饭，你们还要夹子吗？我有四个夹子。到手在这儿。右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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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哪，在哪？完了，完了，你来点，你来点。巫师得死。我倒了，我倒了，救一下。巫师死了。虾仁诛心科打赏了你30元，说有人收过面子就是鞋垫子。我把铁都放家里了。我放在床上睡，然后船长直接上山，我一个人守船。OK OK。OK， 我们已经把锁的了。不用，我在下面给你放个解毒剂，你帮我自己切。OK， 你们直接上，你们直接上。厨房旁边工作人员给我就 OK。厨房旁边工作人员给我点东西。有饭吗，厨子？我拿个饭走了。好了，快好。滚子哥，我天天逮你逮不着。拿吧。有人守船吗？没有人，我上山喽。他守的。OK OK， 牧师，你记得喝那个解毒剂啊。牧师不是狼吗？啊？牧师不是狼吗？牧师是好人啊，救一救。他不是躺着睡吗？有人分甘油吗？医生两条命全死了吗？好像是。啊？里面有个狼，枪手在里面。我来了。等一干什么？别动静啊！你倒了吗？我倒了，你们三个砍他就是。有针吗？没有呢。哎，他们拿甘油了，走，我这边走。他被我射了三箭，没死啊。我帮你去睡觉，你们去搬甘油。我帮你去，直接给我扎就行。OK OK OK。扎我就行，没事没事，这还有个枪。好，我帮你。但我被捕了。不会被捕的，翘走你也上船了。行了。我有枪，我没子弹，他躲在那个暗处没人看见。你旁边背包里面两发子弹。家里有煤吗？应该是没有的。念，你没被捕吧？你没被捕，我走了。现在伤害好低啊，主要我的位置等于是一堵墙，隔伤害了。他磨过的，没温度。没事。我操！我砍了他一刀，他抓针了，两人都死了，牛逼，牛牛。哎，我以为最后一天呢，我临阵过去抢甘油了。所以你到他，已经都已经到他脸上了，你就打的就所以医生呢？医生死绝了吗？
这医生好牛逼啊，他妈的医生他妈死回家，你知道吗？来了一句甲虫全死，把我们全骗了，我操。然后我直接上去，我就搓了剑，没有搓甲子，一看他妈人傻了，哎，他妈一个人把他们五兄弟全骗了。我们给我逮了你好几个月，逮了你三回，牛逼牛逼，走了走了，拜拜，太难了，没必要刻意，随缘，撞到就是缘。耶、yeah! ，滚子要走了，祝你每天开心哦。二八六，再见，滚子。哈哈哈哈哈！这叫俩熊全死，我真的把医生的嘴撕烂。